文殊师利标明了自心的自利无分别的妙慧，以这个心为信心，咱们在如来的名号品，就是所信的十方一切诸佛的佛国妙德，在如来名号品前头讲过了啊。那么十方诸佛啊所说的法门四圣谛，就是三世诸佛所说的法门，明如来的智慧光明境界遍照法界，没有尽极的，说因这个发的信心，以圆观观想观之，令他那心量的广博跟佛景相似，因此他那个在百界视线成佛。咱们前头讲那个菩萨问明品，就是实信位的菩萨，他所行的十种的法，而所行的法是什么？净行品140大愿。这就是实信心的菩萨所发的大愿，所起的大悲法门，所具足的普贤恒愿。到了贤首品，实信位的菩萨所有心求佛果的功德，无有尽极，无有尽极，没有穷尽的。这就说明了初发信心，慈受普希普文殊所教授的净性品的功德，胜过了你送净行品的功德啊，胜过供养十佛刹为神树佛，等于你供养十佛刹为神树佛，供养好多时间呢，一劫。就是送净行品啊。完了再从净行品升了理解。理解就是解行。光是信不行啊，信解行。完了才能证。是信解行证。所以在这个初住初发心的时候叫发心住，才一发心，他的法身遍满十方，他能视现成正觉，初发心是变成正觉，这叫住十住位的初发心住。初发心，这个心什么心呢？成佛度众生。所以华严经说发了实信心了，但是实现位要修一万大劫啊，能够到位不退，位不退就实现满心了，像现在这品讲的贤者品等了位不退，不会退到二乘，那更不会退到凡夫了，这叫法界不思议成，又叫一切自成，智慧的智啊，成大小成的成，一切自成。而发心唯一自性的佛性，这发的是什么心呢？
初发心住发的菩提的心，这个菩提心的景象是什么呢？不依佛，不依佛法，不依菩萨法，不依声闻法，不依独觉法，不依世间法，不依除世间法，而发其心。那他依止什么呢？无所依，这叫不思议。这一切字，这个发心的时候，不依佛，不依佛法，不依菩萨法，不依声闻法，不依独觉法，不依世间法，不依除世间法，而发其心，当无所依，发菩提心。这心怎么发的呀？依着一切字发的菩提心。一切一切字发的菩提心，不像其他经论所讲的三乘一悟发菩提心，不依三七节节而有佛果发菩提心，不依现在三世有佛果故发菩提心，以是一故入此心者皆无有退，所以他永远不退，不再退回二乘。那他信的是什么呢？信的是自己身心幻化的三身，就是法身，现在这个妄心就是真心，这个心等法界虚空界，这三身遍满虚空，因为法性横遍过，这是信心啊，这是说信，这是初发住的发心住，这位菩萨所发的心，咱们现在发的心呢，没达到这种境界了。因为咱还没入住位了，这是那信解，这是理解，当得成佛呀。初发心住还近于信住之间，达到住位，圆满实现。真正的能进入法身的体和用，身心皆无一住，住在何所？所以无有退啊，退得如何呀？皆依法性体故啊，这就是说《华经》所说的，总说法界一真法界的体。论理字法身的体论理字，今儿的生的信解，要升起的信心，要理解了，真正理解的佛的道理，大乘起信论说，初发心能够得到位不退，没有登住，那就退位。退位呢，就位不定。实信是未入位的了，未入位的了。但是位不退的，就是说。你所得到的一定能证得，一定拿到，一定能证得，究竟达到成佛了。说这叫不思议成，
又叫一切字无所住成，无一住，成是运转意，这一切字无一住，没有运转意了。接受发菩提心是再不退了的。以前说退，人家的信心不成啊，所以他才要有退啊。信心成就了，到了初住了，住了位不退了。这对于佛教的法，佛手教授的法，如来所成，他已经有所得，得到如来成。无所取舍，这十信位的菩萨，他信还没成，有取有所，经常还有患得患失，所以不入信流，不能算是信位的菩萨，没入于信位的流。有这华严经上说，舍有菩萨经过无量百千那由陀劫，行六波罗蜜法，具足了六种神通，由于未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故，又名假名菩萨，不是真实菩萨。随言闻道，不信不入，这就是贤首品，要辨别，不信不入。所以贤首品中，一切世界诸群上，少有欲求声闻成，求独觉成转福少，取大成者甚难遇。取大成者尤为遇，能信此法更倍更难。刚才我上来说这种法呀，能够信入，不是说你解行证，就是能够信入，已经入佛种性啊。信此法者入更难呢，信这华严教义的法非常的难。由于手轻十佛刹，尽于一劫空中住，彼之所住未为难，能信此法更甚难呢，倍更难。人信华严这种教义的，很难信入，说他的神通妙用，手轻十佛刹，在空中住上一劫，这个不为难，能信华严者最为难。在华严经上，普贤菩萨这样说，但闻如来名号，即所说的法门，闻而不信，寡听到了不信。这普贤菩萨说的，将来也能成金刚之种，寡闻到了不信，现在不信，将来一定能得信。就像人吃了金刚了，那还能化得了吗？就像你闻到了华严经了，永远不会退堕，永远不会化，但是因很远，但是能不退。就是说因是种下了，现在不信，将来到经过一劫
他一定能信受的。这就是显收品的大意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在一片碧蓝天空下，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，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，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。穿越过层层林木后，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，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。在这占地约6分6的净土上，养育着许多的无命，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，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，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，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，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。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，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，更激发其活动力。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，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，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，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。此区除了有成犬外，还有不足6个月的幼犬，以及出生不到3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。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，不亦乐乎。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，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。天地有爱，人间有情。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，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，动物们的桃花源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
从各地如你所好，受八关斋戒的因，第一个能够让自己及所有众生脱离病苦，所以药师经要我们为别人或自己消病苦，要以受八关斋戒为因来点灯、放生、挂经幡、布施等，就可以脱离病苦。第二，消灭罪障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除五逆罪没办法一时消灭，其他罪业都可消除。所以各位每个月能够受六天八关斋戒，因为人在这个世间不得不造业，所以没办法，所以八关斋戒消除罪业。第三，免除横祸，就是要地震啊、水灾啊、台风啊、车祸，所以消除这些恶业的因。第四，远离恶趣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就不堕落地狱鬼道、畜生道乃至八难边地，七世做人，七世升天。第五，福报优厚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可以享受六十万世的福报。所以佛经说，你用黄金布满整个地球，还不如一日一夜持出家戒的功德。第六，成就迅速，赶快消业障，赶快开智慧，赶快积福报，所以也是快速成佛之因。第七，来世尊贵，普达国王，年纪轻轻做大国王，国家富庶，因为过去在做奴隶的时候，随老国王虔诚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。第八，得生天上，暮年升天，看到一个天女外相庄严，其他的天神都很羡慕，所以玉帝问他为何如此，他说过去迦摄佛时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所以你受八关斋戒想要升欲界天，保证升欲界天，你又能够孝顺布施忉利天，你又经常点灯，第三天焰摩天，你又供花发菩提心，第四天兜率天乃至兜率内院。第九，往生助缘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必得中品终生，第五品西方极乐世界，乃至发愿往生其他净土，那是我们自己持戒回向父母祖先早生净土。第十，临终欢乐，所以各位要经常意念八关斋戒的功德，特别临命终的时候不要想别的，想到哦，我曾经受八关斋戒，一想身心马上净化，临终安乐，至少来世会尊贵升天或是往生净土，不会堕落三恶道。第十一，得相好身，作为一个菩萨必须要相好庄严，你才能够度众生，千万不要说啊，我谁要拜了，我敬了，你不慈悲啊啊，因为众生会执着眼睛啊、耳朵啊、感受啊，所以不杀生得金刚不坏身，不偷盗得手相柔软好看，不邪淫身相庄严，不妄语声音庄严，不喝酒走路庄严，不香花璎珞香油涂身啊，身体香，皮肤微细，所以不坐卧高广大床，有狮子王相啊，不歌舞娼妓顾往观听，那维系相好看，眼睛好看，耳朵好看，鼻子好看等等，你贪眼睛，眼睛不好看，你贪嘴巴，嘴巴不好看啊，如果不妄语牙齿相好看，泛音相，所以过午不食，那就可以得到四十根牙齿庄严相，不掉牙齿相，所以多礼拜恭敬，得无见顶相，身材高挑相。所以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随行好。就像各位来五方讲堂，多看五方佛啊，多看五方佛啊。我们本来的面貌就是如此庄严啊，
所以令众生欢喜，充满智慧与慈悲相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第十二，成佛道缘，所以如果每天发菩提心，这样受报万载劫也必定成佛，所以受报万载劫种下成佛的因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